heard that you're receiving two trailer Bhutan blanks. Material, yeah?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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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Mr. Tse, today. For the South Pipe Rock. They will go today. Yeah, Kifron, this subcontract is not too good progress. No, also Petrofac, the client is not accepted. Accept, yeah. Yeah, so we must move out. We will select the new subcontractor. Yeah. When I came here, because in Oman, I didn't see the big industry for the fabrication like vessels like that. I didn't see the big industry, but when I seen here, everything is too good, and they are apply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 and standard and regulation. If you compare with other Gulf countries, other big companies, so they are not less than them. The UAE is the, you can say this is a good market in the Middle East. So that's why they are buying everything from there. But that the most, the thing, that all material is coming from China. 2016年1月，阿曼政府颁布第九个五年发展规划，提出将重点发展制造、交通物流、旅游、渔业、矿业五大产业。规划预计，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8%，油气产业和非油气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和4.3%。杜库姆工业区占地面积36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产业涉及石油化工、五金矿产、建筑材料、五金化工、渔业水产、生命科学等领域。لأن الدقم تقع على بحر العرب وقريبة من خط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في الدقم يوجد ميناء الدقم وتقريبا ميناء كبير، وكما يوجد الحوض الجاف يقوم بصيانة السفن العالمية من جميع دول العالم، سفن عملاقة تقوم صيانتها بشركة عمان للحوض الجاف، وهي شركة رائدة معظم إدارتها من العمانيين الأكفاء. 按照规划，杜库姆将发展成为继北部的马斯科特港、苏哈港和南部的塞拉拉港后的又一个重要国际贸易港口。现在这个港口主要的业务是以修船为主，然后以大型货物的运输为辅，对，这样为主。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步会是以我们的炼油厂，它的油管会做一些LNG。虽然说没有达到之前那么理想的全部 GCC 国家的基础设施都做串联，但是它自己本身的发展空间也是挺大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阿曼的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了10位，名列第58位。在跨境贸易方面，阿曼在全球排名第64位，在海湾合作委员会中排名第一。杜库姆经济特区也希望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2016年，宁夏中小企业协会牵头多家本地企业在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注册公司，规划建设中国产业园。现在内外装修开始了，里边那刮腻子、瓷砖和一些这个油漆涂料，咱们设备都开始安装了，外面也开始了。主要这两栋楼31000平米的楼，咱们就是室外工程主要基本也都快做完了。这样的话，咱们你看腻子工现在开始找第二遍了，也就是下来以后咱们就开始拆家子了，刷油漆外墙油漆涂料。产业园区分为重工业区、轻工业综合区、五星级酒店旅游区，占地11.72平方公里，拟建项目总投资达670亿元人民币。产业涉及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电子商务等9个领域。我们这个产业园的母公司
是中国是由七家股东组成的，这个其中呢有两家是大型国企，我们宁夏的大型国企，然后呢我们这个总的资本金2亿人民币，目前为止吧已经有6家企业签了入园协议，有4个项目正式落地。那么其中一个3万平米的综合楼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正在装修。2017年1月16日，亚投行与杜库姆特区政府签署协议，将为杜库姆港商用码头终端建设项目提供2.65亿美元贷款，用于特区配套商港建设。2018年5月，中国与阿曼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两国希望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园、科技、金融、港口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中国产业园开发者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挖掘产业集群建设的竞争优势。原来我们来就是一片自然的黄沙地，来了就是戈壁滩吧。经过这几年的改造，路网政府也把路网修了很多，然后我们地块经过我们平整测量平整，现在基本是比较平坦的。整个地段呢分3期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建筑物这块，往北面还有一个建材城，整个建材区，然后南的话大约1公里这一段是我们的这个一期工程，这根据这要根据我们投资企业入驻园区的速度。我认为长园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他已经把一大部分的地租起来了，那他在这部分的范围之内，很多部的建设以及他基础设施的铺陈，这些都是以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方式去建设他的。比如说，在我们一站式比较没办法提供的资讯方面，中国产业园他们已经第一步已经走过了，所以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找到新市场对中东石油工业而言尤为重要。海湾国家向东看的趋势，为中国企业承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探索新的贸易渠道带来更多机遇。城镇化发展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能合作它是一个双方的意愿，符合双方利益的一个结果，并且对方国家不希望通过进口的方式来满足国内市场，而是说需要你来投资，尤其是带着设备你来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可能还会覆盖周边国家。对这一类的产能，国际的产业转移一定是前一阶段是贸易。从贸易数字来说，去年呢，尽管阿拉伯一些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啊、不稳定啊，但是去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数字仍然达到了2443亿美元，比上一年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也就说明中国阿拉伯国家有着坚实的合作的基础，有着这个很好的潜力和前景。在同属海湾国家的卡塔尔，中国企业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又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And also, we need to get the clearance. You know, we have some on the underflow drains. We have these two pipes on the perforated pipes for first pour. Yes. Okay. Let's get this cleared by our MEP. Okay. Signed off. Then we can we can proceed with casting. Before pouring, I will get to that. Yeah. And the other very important thing. Ye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damage the chamfer, and the nails must not be appearing. You know? I will tell some people. Yes.Correct. They need to also check the levels of this kicker. Yes. 这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是位于卡塔尔第三经济区的管线和供水设施工程，项目为 DB 模式，即设计加施工，业主为卡塔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我们这个项目呢，合同额大概是1.22亿美元，这个呢项目呢是业主自筹资金，我们也是通过国际竞标然后拿到的这个项目，目前呢按照业主要求呢正常推进，现在呢完成整体的进度应该完成了34%左右，超过1/3吧。现在这个卡塔尔呢是一个准高端市场，它施工完全是采用的欧美的标准，然后施工标准要求很高，然后卡塔尔呢它现在比较近海，波斯湾的海水呢常年的那个盐度比较高，然后对混凝土的要求呢施工要求就相对更高级一些。这个结构物呢主要是给这个自贸区将来的市政设施供水供电和一些就是灌溉消防，主要是这些。因为整个自贸区呢将来是他们卡塔尔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地区，靠近我们的那个哈姆德港，它就是说港口进来的东西会有一个自由贸易形式的，然后这儿的市政设施呢要求就相当的高。你如果想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必须得先把底下的市政，就是前期的市政要做好，它就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2017年，卡塔尔对经济区进行了重新规划，设立自由区，这对中国投资者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